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魔术飞哥。这边有个戒指，这边有个橡皮筋，接下来呢我要让这个橡皮筋啊穿到这个戒指里面。自己看，三二一，瞬间的橡皮筋就穿出了啊，这个橡皮筋在这个戒指里面，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魔术啊。那这个魔术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呢立马进入教学时刻啊，记得点一下关注哦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魔术的教学环节啊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事先准备一个戒指，两枚一模一样的戒指，把这个藏在手里。这时候这个戒指在这手里，然后我们掉下去的时候，掉下去啊，拉出来，把它呢顺势的吊在我们的大腿上就可以了啊。这时候呢就达到了一个橡皮筋啊，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，穿越到这个戒指里面啊。魔术虽小，非常神奇。喜欢更多精彩魔术，记得关注我魔术飞哥，记得评论转发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，拜拜。